吃避孕药有什么副作用？如恩医生特邀专家朱克修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主任医师。一般情况下，避孕药呢，我们在生殖年龄吃，一般是指18岁到40岁之间。我们一般45岁以上呢，就基本不太主张吃避孕药了。其一个最大原因就是说是它会增强血液的粘稠度，会引起脑梗和脑血栓的。避孕药有个最大的特点，它要周期性吃。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千万不要漏吃了，按照人顺序每天都要吃。如果你一旦吃乱的话，就会出现月经不规律。紧急避孕的情况下是偶发的吃，不能当成常规的避孕药吃。举个例子，出现失误，偶尔吃一两次可以，如果老吃会影响月经规律的，因为它毕竟它的量要大得多，比一常性量大得多。